着我神鬼齐航，今天来到了南极。你们看，这些是我的手下们，水手们非常的多啊！哈哈哈哈！我今天要来抢劫了啊！这位是我们的桌游达人阿忠店长。Hello， 哎，你的船呢？这些是我的船转企鹅，然后这是个船，马上就开进来了，噔。好，那这船转企鹅呢，我们做一个基本的介绍。那这个建议玩家是5岁以上，那我大概游玩人数是2到4人。好，那我们每次呢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家长注意一下，因为这个有企鹅哦，不要让小朋友放到嘴巴里面，会可能会不小心吞下去哦。好，那每次轮到你的时候呢，我会先把企鹅做一个评分啊，一人先拿一半。好，一人一半。哦，每次轮到你的话呢，就麻烦你把一只企鹅放到船上面，你要放在船上面，或者是船轨上面，或者是最上面的瞭望台都可以哦，只要不要让它掉下来就行。哇，倒了。然后放的时候呢，这样子没关系，只要企鹅没有掉下来都没关系。可是假如说今天你放的时候呢，不小心让企鹅掉了下来的话呢，掉下来的企鹅就要归你，就要收回去归你。那这游戏怎么分胜负呢？我们第一个把企鹅放完的人就会获胜哦。耶，那我们迫不及待要开始玩了，带我的手下们跟大家一起来探险吧。开玩笑，连神鬼齐航都航几回了，连海贼王都要进我们三分了，还想跟我比平衡？哼！啊哈哈哈哈！谁说我们的女生平衡感不好？我们今天就要破除这个谣言。没错，等一下我们就是分成两组，海盗组跟水手组。那我们在5分钟之内呢，能够把企鹅放完的那一组就获胜了。那如果两组都没有放完的话呢，就是剩下的企鹅最少的那一组获得优胜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王牌阿忠。阿忠他等一下呢会帮我们两组的人，就是分别各放一只企鹅。我们如果有人觉得好难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跟阿忠求救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可以叫阿忠帮我们放企鹅，可是如果阿忠放的企鹅倒下来的话呢，就砍他，就还是要算我们的。对，好的，那我们就游戏开始吧。剪刀石头布，耶。这个好位置就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一开始当然是放这边最好放的位置啊，棒棒的。倒倒不会倒，你看倒了，要倒了，要倒了，偷换不能换了，其实厉害的，可以换。对啊，你错了，她是女汉子来的。你怎么被我打断？那倒下来的企鹅就是他们那一队的，没错。好，换我们，换安琪放。我们要选一个好位置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可以换队友吗？可以，我要先换一个好吗？你看超好的，你看我拍的超好的。哦，好啦，这是陷害他们的概念。哦，是吗？哎，换你。你敢乱放就完蛋了，我自杀好了。这个实在是，可能要靠是不是很难？上面会比较好，是不是很难？王牌说话了，王牌他大声一点。不能讲，我没出手啊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我是不是出很难的给他？这个如果倒下来的话，可能会把其他两只也一起撞翻。没错。好，那换我放。好，这里好了。回倒哦。呜呼！回来。耶！超强的。叫我船长。呜呼！你那两只有点危险啊！放着要站着，放的时候一定要站着。对，可是如果是倒下来的话就没关系。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倒下来。你要站着放啊！哪有人一开始就在睡觉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些偷懒的水手，感觉要掉了！这位水手先生要跳船了，这位企鹅要跳船了。哼！太棒了！太慢了，快一点！只有5分钟，好吗？快一点！你看，好，换安琪的。我总觉得我有点可怜。给我好好放，我们不是队友吗？所以好好放啊！怎么被威胁的概念？对，内讧哦，内讧哦，耶！我是叫好好放，好不好？好好放棒的，
且他没求救可能就倒。好，倒也没关系啊，不用求救。倒倒倒倒，要跌倒喽，企鹅要跌倒喽。不会吗？我本来说不会，那倒不会。换你们的琪琪吗？换你们一起的好吗？你头脑不清楚，想跳槽吗？能偷鸡一下吗？我觉得怎么这船有点不平衡。你头脑不清楚哦，站中间一点好了，感觉中间比较安全。要倒喽！吼吼，你想倒喽？三只哦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继续放放完哦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是说要赢的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啦，这个不让你们的好不好？我来放这边应该是 OK。怎么这企鹅有点？这样慢慢放完五分钟吧。好 ，OK， 换你们， yeah.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哦！我们只有五分钟哦，快点啦！很慢，我们还有很多只，快点。这样我看不到哎、欸，居居，你可以站起来放。嗯，那我放这吗？我要求救了！求救！求救！快点！求救！好热，好热！放正的吗？我不是站在船上啊。哦，所以上面可以是吗？好，快点，剩一分钟了，快、yeah, ，棒棒的，快点啦！快快快快快，我要赶快放，放这边好了。哎，掉了，掉了啊！要倒了，要倒了！好，快点、yeah. ！OK 的 ，OK 的，还是你们要求救？跟方玉兰是。为什么讲悄悄话？对啊，倒倒了，倒倒倒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好安琪，我觉得我很可怜哎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耶，我赢了，耶，厉害！那我们请阿中王牌，让我们示范一下秘技。哦，其实这个企鹅上面有很多地方可以放，比如说像它的头巾啊，可以挂在船上面啊。哇，太强了吧！猛嘞！然后企鹅的头巾啊，还可以挂在船体的外面啊。这太好了，也可以，太强了吧！拿外挂吧，这个。第三个啊，你看，其实它也可以挂在船的旁边啊。哦，吓死了！太严谨。对，像他拿着他的刀啊，也可以多功能挂在船上面啊，所以他只能倒，所以他只能站立跟倒立就对了。其实正常来讲，我们在放的时候呢，是正常是小朋友在玩的时候是站着啦。可是其实你看，有时候船斜着，你可以先把它压回来一点点，再松手，它会比较稳。哇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船转企鹅的秘诀了，那我们玩起来一定会更加厉害。进行惩罚。输的应该要叫他来打，对不对？阿周过来，他躲起来了，他躲起来了。为什么秘技不先讲？我们输了以后才讲，可恶！快点来吧，哎，你屁股要翘高啊！有啊，这样很高啦。来哦，一、二，哎，你要不要？
哎，你这样子游戏怎么玩啊？我们这就是一个抢劫的游戏耶，所以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不交钱出来，我不就抢不到钱了吗？没有，这个游戏就是要冷静，仔细的计算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，我才可以获胜。哎，那这我就更不担心了，因为像前面那些啊，只要靠蛮力的游戏，我都输没关系。可是这个游戏啊，可是要用头脑，要耍点小心机的，所以贝利我一定会获胜。是吗？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来先介绍这个游戏叫《科尔特快车》。好，那这游戏呢，我们建议的游玩年龄是10岁以上。然后这个游戏给2到6人做游玩，那游戏的时间总共是40分钟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先来做个基本介绍。那我们介绍设置呢，是以4个人为做基础，所以呢，我们会使用到4节车厢。这4节车厢，哦，我们的70玩家呢会放在最尾节的车厢，然后之后呢，下一位玩家呢会再放在倒数第二节，那第三位玩家呢又会回到最尾节的车厢，那之后呢再放到倒数第二节，这样做轮流的设置。好，那我们里面的角色呢，总共会有6只角色。那我们会先选取我们自己想要的角色。耶、yeah, ，我要用贝利。好，那选完角色之后呢，我们会先从我们的回合卡里面呢，先拿出4张回合卡，是墨绿色的。好，我们2到4人是用墨绿色的，那我们会盖着，把它洗一洗，总共算4张出来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其他就不要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再会从终点站卡片。那个棕色的终点站卡片里面，从里面随机选出1张。好，这一张。好，那就一样盖着。盖着。好，然后再从我们总共我们手上有10张行动卡，会先把它洗一洗。这是贝利的专属卡片哦。洗一洗之后呢，我们会先抽取6张当做起始的手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那其他就放旁边。是，没错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打开我们第一个回合的行动卡。第一个回合，它放在这边。好，那这个行动卡的部分呢，我们第一个回合呢，总共有5个行动。哦，那我们的行动呢，最主要有2种动作。第一种动作呢，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手上的一张行动卡打出来执行它的功能。那我们来现在介绍这个行动卡也可以做什么事情。好，来第一个行动卡，我们介绍的是可以左右移动，在车厢内左右移动。左右移动的。哦，那假如说我们的角色呢是在车厢内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角色移动到隔壁车厢。好，那假如说今天我们的角色呢，可能会在车厢上面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移动呢可以前进1到3格。1、2、3，到车头了。哦，OK， 好，那这时候大家就会有疑问，那我们怎么上车厢的？我们就会介绍下一张卡片，叫上下移动。这是往上爬或往下爬。对，那这时候呢，假如说你的角色呢在车厢上面，你就可以往下移动；那假如在车厢下面，就可以往上移动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接到下一张卡片，叫做开枪的卡片。嘣！好，那我们开枪卡片呢，要注意的是，假如说我们角色在车厢内，角色在车厢内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射击隔壁车厢的玩家，白色或红色的。对，没错。那假如说今天呢，我们的角色在车厢上面。哦，那我们可以射击呢，就是可见目标的玩家。什么叫做可见目标的玩家呢？就是，哎，今天贝利他可以射白色跟红色的玩家，可是因为呢，绿色的玩家他被红色的玩家遮挡住了，所以他不能射击他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讲下一个拳击，揍人。哦，那拳击的卡片呢，它攻击的目标呢要跟玩家在于同一个车厢位置。这时候呢，贝利就可以选择说，哎，他要攻击白色的玩家或者是红色的玩家。那被攻击的玩家呢，会被攻击的玩家呢击退到隔壁车厢，然后可以把红色的打到右边，或者是把红色打到左边。哦，那这时候呢，红色玩家身上的一个物品，钱袋，或者是宝石，或者是公事包。哦，那由攻击者选择是说哪个东西会掉下来到被攻击的位置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捡地上的东西，捡钱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捡这位于这个同车厢位置的物品，看你要捡宝石、钱袋或者是公事包都可以。这时候你就会把这个道具捡回去，哦，放在你自己的图板上面。
我们出牌呢，因为这次的回合呢，总共有五个行动，所以呢，不是说哎，我们出完行动会马上做事哦，是大家都把这五个行动依序出完之后呢，大家会依序在做这些事情。那这个回合的行动呢，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在第三个行动的时候，哦，大家是盖着出牌的，哦，这时候大家都不会知道别人到底做了什么动作。然后那这个回合的事件呢，就是强盗们会被乘客反击，会全部去吃到乘客射出的一发正义的子弹。然后那这个子弹呢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就像我们玩家做开箱动作一样，这个子弹牌呢会加入到你的手牌堆里面。你下次抽牌的时候呢，可能你的手牌里面就会抽到这个子弹牌。好，那这个子弹牌的部分呢，就是不能拿来做行动做使用，会浪费掉你一张手牌。我们就少一个动作可以做了。嗯，对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就要跟你们做个提醒，我们的动作除了打我们的手牌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选择放弃我们这次出牌的机会，然后去从我们的牌堆中多抽三张手牌，让我们自己可以有比较多的选择做使用，牌就会变多了。嗯。好，那我们游戏呢会在进行完五个回合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去算谁的钱最多，谁就会获胜。好，那要比较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，今天我们每个玩家呢会有六张子弹。好，这六张子弹呢，假如说游戏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会比谁射的子弹比较多，射出最多子弹的玩家呢会额外获得1000块的奖励。神枪手，哎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游戏的结束就是比谁拿的钱比较多，就是游戏的胜利的玩家了。耶，那我们赶快开始来抢钱吧！才华与美貌兼具，冠军就非我贝利莫属了。聪明能用智慧赚钱，小心点，先推后杀再抢，不就得手了吗？胆大心细才是制胜关键 ，OK？好，这次我们四个人都是竞争者，游戏总共会进行三个回合，三个回合内抢到最多钱的呢，就会成我们的西部大盗，耶、yeah! ！一样输的我们都会得到惩罚。那我们这次呢，王牌阿中他会担任警长正义的角色，然后在游戏中协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教我们一些小 paper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游戏啦。那棋手每个人先帮我抽六张手牌，当你棋时可以用的牌。不可以挑着选，啊，真的吗？不行不行，作弊！没有，要洗干净，自己随便抽六张。我帮你，你好难相处哦。先毙了，好，这六张。好，那先跟你们讲这个回合的四个行动呢。嗯，第一次是开着打。第二次跟第三次呢是一起出，第四次的话也是开着打。嗯，好，我们70玩家呢先从贝利开始，那你先出一张牌开着放在桌面上。好，当然是拿钱呐、啊。拿钱，好，那下一位，幽灵，你的能力呢是第一张牌可以盖着出哦，不要忘记喽。来，帮个忙，压在一起。好，然后换图科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来麻烦一次出两张，然后有分先后哦，你自己要先决定好它的顺序哦。哎，忘记就忘记了。哎，作弊。好，我要揍人开枪。好，现在都要开着出哦。快一点，作弊了你。开着出。对，还有一张。跟往上爬，好，好，这位旁边，然后捡钱，嗯，然后开枪逃走，继续哦，移动，揍人，叫警长 ，OK， 好，那这时候大家正式的四个行动都打完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把牌翻过来之后呢，依序把牌打开做他们刚刚要做的事情。好，来第一个贝利捡钱，我捡到钻石了，哈哈哈哈哈。好，那捡完之后呢，牌就会还你。来第二个，来幽灵捡钱，对，自己选一个钱袋。好，捡完了之后换下一个。塞恩捡钱，你只有一个可以捡，这里啊，对，我会捡不到，对，好，那我捡不到，动作慢没捡到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贝利拳击达人。好，那我来一拳，你来认真的。你会把白色的幽灵打飞，打到隔壁去，然后这时候他身上有一个钱袋会掉下来，你选一个把它丢回去车厢里面。掉在这儿。为什么我钱包会掉？因为你被我揍啊，我把你揍掉了。好，贝利开枪射击。那我要射谁好呢？来十亿啊，好了。好，那这时候一人一组，好，那这时候你会吃到他的一发子弹。我要给你攻击，我要攻击他才对啊！这时候要补充说明一下哦，游戏结束的时候开最多枪的人还会再多得1000块哦。我要被欺负。好，那这时候换幽灵开枪。哦，这时候哇，他没有得选，所以他一定是射在贝利身上。耶！为什么要射我？这就是你要射我被报复，耶！然后这时候幽灵往上爬，好，开了枪就跑。哦，然后塞恩，你要往左边还是往右边？我要往钻石，钻石比较多啊。好，那就往这边跑。然后捡钻石，自己选一个。哇塞，我都会捡的啦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强哥可以开枪，图哥可以开枪，你要可以，你要射，你可以射上面，也可以射右边，他这个不能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角色能力。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，射他，射他，不行，他不能射。我的角色能力就是不能射我。哦，那肯定是射他的，那我一定是射你的。你们都不用枪。好，那这时候是往上跑。你交错好朋友了，谁叫我拿了那么多钱？好，这时候贝利跑去隔壁车厢。然后幽灵，你可以前进1到3个车厢，你要往这边走还是往这边走？去车头啊，捡公事包啊。对啊，公事包1000哎，赚。对啊，可以最多到3步。好，好，这时候呢，哇！塞恩，你要塞恩揍不到人，车厢里面没有人，所以你揍不到人，弱弱的，被人家跑掉了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图科叫警长，那他会把警长移动到隔壁车厢。哇，你这样便宜到幽灵，真的，他可以下来捡钱哎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下一回合的起始玩家会顺时钟换下一个，换成是幽灵。那我们下一个回合的事件是什么呢？等一下，这个回合有这4个行动，这个行动做完了之后呢，警长会开枪射击在车顶上全部的强盗哦。好，好，那第3次出牌会盖着出，第4次出牌会逆时针哦。嗯，好，那这时候可以把我们刚刚用过的牌全部收回来，洗一洗，洗一洗，再重抽6张。那个，等一下是幽灵先嘛？安琪知道要做什么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一定会下去捡钱。你刚刚打我，我没看到。耶，干什么？你要让他捡走就是了。不要，这游戏反正就是互杀的啦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一直被杀，狙狙。好，6张。好，那一样帮我先抽6张当手牌。有点睡着了。第1张可以盖着出哦。快一点。好，盖着出是吧？嗯，对。好，哎，我是可以，我要先到下面去嘛，我才能捡钱嘛。是，废话。好，那你们都要赶快叫警长去揍他啦！快点，换我。绿色跑去捡宝石了，那换你。好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要移动。开什么玩笑？那要叫警长啊！好，没问题。然后继续第二个，其实玩家开着出。然后这时候呢，第3次是盖着出哦。然后第4次呢是逆时针哦，就是今天呢是幽灵出完之后呢换贝利，然后再换图科，再换塞恩。好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幽灵呢是移动，往下移动。好。那第二个呢？塞恩是捡钱，又在捡宝石啦。这个人赚的有点多，大家要小心了。啊，图科是移动，往车厢跑吗？你要爬去哪？跑到车厢头。好，紫色叫警长，叫警长，过去。这时候呢？警长跟你在同一个车厢的时候呢，因为你是强盗，所以你会很害怕被警长吃一发警长的子弹。你会吃一发警长正义的子弹。为什么我没有警长啊？有啊，因为你没有抽到。为什么？
然后这时候呢，幽灵捡钱发现没有钱可以捡，好，然后换塞恩，你要往哪边跑？那个有钱的地方跑，这边吗？好啊，这边也有啊，看你要去哪，钻石比较多啊，你不要听秘密的，你看他刚才一直害你，是这样吗？他心机很重，看什么？好，然后开枪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你没有人可以开枪，因为下面没有人，旁边也没有人，他跟你站在同一个车厢，所以说打不到。好，那贝利左右移动，移动。哦，开枪也打不到，你们都打不到。对，因为你们站在一起，所以打不到。来，这时候呢，塞恩开枪，哦，哇，你可以射我，你可以射他了。对了。这时候呢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图科全集，那他会打同一个车厢的人，他就会打到隔壁人，然后你身上的一个钱袋会掉下来，放在这边。什么鬼啊？然后贝利会捡钱。然后幽灵会左右移动，你要去哪里？左右，只能左右。对，又跑回去了，又想被揍就是了。他想要捡钱，对，我要捡钱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贝利会开枪。有没有射回来呀？有没有？谁叫你刚刚射我？你应该先射我。对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图科捡钱。啊，被捡走了，捡回去。好，捡走了。好，下一个，我开枪。耶，彪彪。大家事情都做完了，哎，谁哪个枪都还在车顶上？哦，他们两个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吃警长正义的子弹。耶！没有，白色的，是红色跟白色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帮我个忙，把你刚刚出的牌再收回去，你再洗一洗。好，第三回合呢，我们等一下已经要到车站喽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会去结算谁赚的钱比较多。那这边要注意是，这个回合结束的时候，谁在车头，谁就会再多拿到250块哦。哦，好。好，那一样帮我再从里面抽出七张牌，来六张牌。哼，你们完蛋了。好，那七十玩家这次变塞恩了。来，你先出一张牌。哭哭。开着出。好，第一张盖着出哦。那我为什么要盖着出啊？你是幽灵啊！不要讲几百次，卡到音哦。有一点。开着出，好，然后第二张开着出哦，开枪，好，什么？建议不要按开枪，我们换一张。好，真的吗？偷偷换。为什么王牌要拿？为什么王牌要拿？这时候呢，哎，我们里面行动的有一个是说呢，假如说我们可以放弃这次出牌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抽三张牌，你要抽三张牌比较好。哦，好啊。对。为什么我也要放弃 ？GG。好，那就换下一个人出牌。移动。移动，再换下一个人出牌。下一张。对，下一张盖着出。最后一张开着出。好，那我们就依序把牌打开来。好，开始。第一个。塞恩移动到隔壁车厢。OK。好，那想干嘛？叫警长到隔壁车厢。然后贝利往上爬。然后幽灵左右移动。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里？白色，你要去哪？这里。好，这时候呢？又移动，你是要跑去哪？要偷后面的钱？对，你有这么多移动啊？左右移动，好，上下移动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会跑到车厢里面遇到警长之后，又跑上来，然后你要吃一发警长的正义的子弹。生气，这时候塞恩呢开枪攻击，可是附近没有人，所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笨蛋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图科跑下去了，我想捡钱。然后贝利全集，我要揍不到，他跑走了，对，他想揍他的。然后呢，被你跑了。幽灵捡钱，没钱，没钱呢，没钱，好可怜哦。
来，塞恩挥拳，没人，挥空，挥空啊！好，那这时候呢？我要被他捡走了啦！我捡到了，谷歌捡钱。那那个车头有一个公事包，里面是装着1000块。可恶！啊，菲力捡不到，因为刚刚本来要打他的，跑掉了。好，那最后一个，哎，找不到人，弱弱的。结算一下，来，请问一下谁开的枪最多？来，我们算一下自己手上的子弹，谁射出去的发数最多？我剩4发。哦，我剩4发，他剩几发？他剩5发。你剩几发？我剩4发。5发啦！喂，作弊啊！OK， 好，那再算一下，好，再算一下你自己面前有多少钱？来，把那个钱跟宝石都打开来。我有1000。没发奖品。嗯，对，这个两个人都250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帮你们记。我有1250。1250块加上开枪开最多再加1000块，2250块再加250。2500。对，你总共合计是2500。耶，赚了2500。那幽灵呢？这边，哎，你的钱在哪里？耶，没有钱。下一个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塞恩是有1550，那我开始，那你还会再加1000块，所以是2550块，哦，多还50，两个人，好，那图科呢，这边是他前面合计有1500，加上他在车头有250，所以是1750，那开枪没有加钱，因为他们开的比较多发。我赢了，所以结算是，结算好像有人没钱呢，对啊，好像有人是穷光蛋，好可怜。你们的，我看你们之前输太惨了，是这样吗？真的一直输下去能看吗？好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幽灵小姐，我们就要进行惩罚啦，进行我们的惩罚，一笔勾销，让我们的仇恨都一笔勾销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那就请我们最赢的安琪琪开始画一笔哦，一笔可以，我先画喽，只能画一笔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秘密基地玩桌游，然后